好，是这样。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冰淇淋桌不开冰淇淋台，开玩笑啊！哎，我是有声音的吗？这有点大哎，这视讯是太大，这样子好。好的，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今天要快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我妈回来是还好，她也不是很在里面管我，只是我妹是一个不定时炸弹。那因为我今天我去做功德嘛，所以比较早回来。我妈跟我妹应该是出去玩了。最近我在跟我妈吵架，也不算吵架，就是单方面吗？对，单方面的冷战。我妈对我单方面的冷战，我还是会跟她讲话，但是她都不太理我就是了。好，声音还 OK 吗？为什么这是歪的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她跟我的那个桌子不是一样，不是一起的。这个哎，角度好，姐姐你在干嘛？我也要一起开直播，真的哎，吵死了。不是，你知道我今天真的是，不是今天，之前很常就会看到他，因为我妈生日的时候，我爸某一年是送他 iPad， 然后有一年是送他那个 Apple Watch。然后有一年是送他就是新手机这样子，嗨，鹅安、阿伟安、魏安、母咪安。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啊，可能因为他实在是太常看 YouTube， 所以他就开始学人家就一些开箱文啊还是什么的，就好像介绍一些东西，然后就会发现在里面会有他的黑历史，就好像他就会说，我们今天要我拿他一个玩具好，然后这个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马桶。这个马桶呢，它就是可以这样打开，然后就是你知道这边也可以，就是跟这个马桶一样哦。然后它就是非常的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开始介绍这个玩具，然后好像要拿去卖一样。然后你知道，就是小朋友那种 YouTube 都看起来都很尴尬，真的是尬到爆。我尴尬到头皮发麻，我觉得天哪，好尴尬啊，快疯了。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看那种有点尴尬的影片，尤其是小朋友，我觉得好尴尬、哦、啊。开喝，真的干嘛冷战？这话长话短说的话，就某一天早上，我好像不知道对他回了什么话，但他就觉得我很不礼貌。可是我后来有跟他说，因为他把所有可以发出很大声音的东西都发出了很大声音，就好像关门关得很大声，什么东西关得很大声，放什么东西放得很大声。我就问他说：“你怎样啊？”然后他都不讲话。我说：“我做了什么吗？你是在生气吗？你是在生什么气？”他都不讲话哦。然后我就心想：现在是怎样？这是什么东西？这绝对不能点的，对吧？这是什么东西啊 ？Hello，Ori Pakipo， 你怎么感觉好像钓鱼网站啊？我不敢点哎、欸，突然一声不响的就直接按出了一个网址，吓死人了！你妈有买一台卡车按喇叭吗？没有啦。他有雇佣，没有。然后我就说你现在是怎样？你我没有那么凶了。我说你怎样啊？你干嘛？你我说了什么吗？他都不讲。我想说好啊，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那种啊，你问我怎么了，我都会不说话，我就说没事。可是那是代表我其实在想，我这个情绪是不是有必要，还是我只是在发小脾气而已，我在闹脾气而已。那我后来想通了，我觉得那闹脾气那我就好了。可是如果我发现哦，我真的是不高兴，你踩到我地雷了，我就去跟对方讲。可当下我是会跟对方说哦，没有啦，没事，就叫你不要再烦我了，你不要问，你先让我冷静一下。可是我妈她那时候就说没事，没有，结果她就一直到现在哦都没有跟我讲话。我一开始可能不会问，后来我想说啊，你不是跟我说有事要讲吗？没事爱讲啊。
结果你现在我问你，你都不讲，啊，现在是怎样？所以我想说，我就有一点就是觉得，你怎么这样子？我如果做错的话，那你跟我讲，我就直接跟你道歉。啊，可是我问你，你又不讲，然后现在跟我那个不爽，那我也不是很高兴啦。但是我该问的问题，我还是会问他，假如像吃过了没啊，要不要吃饭啊，要不要点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不知道啦，哎，好累哦。我现在就是事情都挤一堆，尤其是下礼拜，实在是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一周呢。我还没有，也不算请假，就是还没有跟，就是现在在打工的店、打工的地方说，哦，我下礼拜不在哦，我等一下打电话去。其实一开始最一开始一直都有讲说，哦，我11月会上，就是会出去面试。我是一个很容易不在的人。对方说 OK， 嗨 Peppermint， 嗨汤包，看到卡莉喝酒就安心了。好了，我们那个酒虽然刚拿出来，但是现在这个温度还是有点热哈，所以我们赶快来喝。我们今天喝的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哈罗巴拉的印度大什么啊？哈罗巴拉是蛋是 IPA 哦，我没有看清楚哎，什么？我以为是拉格啊，林德嘞。好吧，我们今天就开到这边咯，大家拜拜。好啦，今天这个是台虎的哈罗巴勒印度淡艾尔，然后它的酒精浓度是5%，那一罐装的嘛，所以就是330。然后它的内容物有就是一些你知道。爱与希望啊之类的，还有红芭乐汁，就这样，就是任何你啤酒需要的爱与希望跟勇气都有，然后再就是红芭乐汁，你拿回去冰好，拿来跟我换，这个全家都有卖啊。好，我们现在就差不多，因为我的那个酒杯感觉是没有洗干净，不过没有关系 ，I don't fucking care， 没有啦。就没办法啦，我记得我之前是有洗干净的，就是当下洗的时候我洗的超干净的，欸，我洗了几次呢，我觉得可能是就沾到什么吧，我觉得倒我这次倒的还蛮不错的。好，大概就是这样子齁，然后我才舔一点点，舔一小口，我就感受到那个 IPA 的感觉哦。好久没有喝 IPA 哦，我到底是中了什么？我中了什么蛊啊？我觉得我应该是，因为之前大家也都记得我在喝台虎的那个柚子的时候，它的柚子香是非常，就是它的柚子啤酒做的让我觉得，哎，我心目中的柚子啤酒就是长这样的，虽然有点甜，但这就是柚子啤酒。所以我那时候应该是看到这个芭乐啤酒，我想说，好吧，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不然是台虎的 IPA， 再怎么烂就那样子而已啊。什么是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它的样子就长这样，有点混浊混浊的。好，我先喝喝看，其实刚打开来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芭乐汁的味道。对啊，浊浊的，欸，哦，我觉得好喝欸，难道我要遇到我第一个觉得好喝的 IPA 了吗？当然啦，虽然它是芭乐啤酒，但是你不能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就是下意识的觉得啊，我喝到这一款啤酒，我一定会喝到浓浓的芭乐味。我觉得它的芭乐味是在你的鼻腔里面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吞下去之后，你会闻到那个味道吗？就是你在你的鼻腔里面，那
我觉得它的芭乐就是在那边会有点像，就是在那边缭绕的感觉，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我不是一个常喝 IPA 的人，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每一次喝也都这样子觉得，就是 IPA 对我，不管是 IPA 或是 APA，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因为啤酒花的关系吧，我觉得我的舌尖、舌缘，就是你知道这边是舌头，好像这边是你的舌头，我一直觉得我的这边，我的这一边跟这一边就是苦苦的。非常不喜欢，我一直觉得苦苦的，然后就喝的不是非常的畅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喝 IPA 跟 APA 或者是淡色艾尔类的，脑袋像是长了一颗芭乐。等一下，我打个嗝。那我酒多浊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就是放松台，放松台。我跟大家就是稍微讲一下我接下来下一个礼拜的行程。那因为我明天晚上我不确定会不会开，因为我应该会想要就是准备我之后要去台北的东西，因为我下礼拜真的是有点。不能说忙，就是事情比较多。大家都知道，我希望在11月的时候可以找到工作，然后上去台北。然后我现在就有慢慢的在带一些东西上去了。我现在比较紧张，也不是比较紧张，比较觉得烦躁的地方是，其实我的房间上次好像没有给大家看到，应该还是有啊，我的房间。蛮小的，然后小就算了，因为其实我现在这间更小，我可以活动的区域更小。可是我的房间它比较尴尬的是，有一些成年柜子，我有点想要请房东太太把它丢掉，但是房东太太似乎不是一个有车子或是似乎是一个希望房客就是自己去处理的那种类型，我又不想要叫搬家公司来载，或是回收公司来载，因为我觉得更麻烦，所以我现在目前就是想说，打算就先用他们的柜子。然后上次大家都有看到吧，就是我那一个房间是没有床的，应该说我们三个人有两间房间是没有床的。那另外一个头，那另外一个星星室友，他因为就是直接睡床垫，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大学宿舍那种，一面是竹席，另外一面是软软的那一种，他就是睡习惯了，因为他比较喜欢睡硬一点的，但是我比较习惯睡稍微软一点的东西上面。所以变成说，我现在上去台北，我要再去买床垫。我已经找好了，就是在我的经济能力范围内的。对，不然我那快穷死了，也不能说快穷死，就是因为我本来想要上台北前就想要存一笔钱，想要存着，但现在已经有一点就是快要不行了，就还有很多钱，但是就是离我觉得最完美的那个数字，就是有一点远。台球安还头骨，原本的住户可能是吸血鬼，所以柜子都没有穿，直接躺在柜子是不是？然后因为没有床，所以我不需要去买床垫，所以我星期二上台北的时候。我就是会先去买床垫，然后我有卖东西，那刚好对方是在台北，所以我会去跟他面交，所以星期二在台北，我就是去面交完，拿了一笔钱捐款，没有啦，就是先回家放我的行李，然后去面交，然后再去 IKEA 去买东西这样子。床
有没有床还是其次，因为其实打个地铺你忍一下就好了。重点是没有桌子，我那一个房间它是有桌子，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台电脑，而且我希望是跟我在我家是差不多大的，所以我必须要再去买一个桌子。我有在虾皮看到一些别人用的二手，可能90新的桌子，只是那真的超麻烦的。就我要搬啊，还是什么的。老实说，已经用过桌机之后，我就不会想要再回去用笔电了。除非你今天伸出一个 MSI 给我，没有，我只是随便讲一个品牌而已。我没有特别研究，就是我现在回去看我的那个笔电，我心想我到底是怎么可以看那么小的荧幕，然后打这么多页的论文啊！嗨，嘟嘟，你各位的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吧？递账单，我如果知道递账单的话，我会递我保费的账单。嘟嘟，要不要出来啊？我在台北哦。然后，这就是这已经比较算是后面需要担心的事了啦。只是我爸现在又开始就是散开始发出。浑身解数来，就是希望我留在高雄的感觉。他竟然买了一大包的松饼粉，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只要回家，然后把他的松饼粉就是挖个几袋带上去台北就可以了。对，我也正有此意。现在那个松饼粉还没打开，我就先不要挖，等它开了我就来挖。那星期二就是这样，而且我重点是我星期一是打工是打晚班，所以我大概12点多才会到家，这是快一点的哦，这是很快，就是飙车回家，大概就是12点，然后我还要洗澡，要干嘛干嘛干嘛。隔天因为没有人可以载我，所以我应该会请我妈载我去，也就是说我大概8点多就要出门，就7点就要起床。哦，没有，七点多就会出门，因为我妹要上课。就大概6点就要起床，唉，爸爸应该要买一个酒柜，塞蛮久的。他其实酒柜他觉得有点太小了，他其实有点想要就是一个像那种国外酒窖那一种，但台湾湿气太重了，就有点麻烦。然后星期二是这样子，那星期三跟四就是我希望可以去面试，对。我预定去面试的时间，没有错。其实有点尴尬，因为其实我还没有跟对方约好时间。应该说他直接开说，我想要什么时间都可以，只要跟他们讲这样子。但他寄这封信的时候是礼拜五，然后我回复给他的时候，因为我礼拜五那天好像有事，我是大概比较晚的时间才回复给他。那他们因为礼拜六日没上班，所以我大概礼拜一才可以确定他什么时候会面试我，但是有够尴尬。但我等下就要买高铁票，不管怎么样，我星期二就是得上去。然后星期四、三四就是去面试嘛。那星期五，现在发现有人打电话给我。星期四我还要去买指甲油，但是我真的很多行程，因为我星期四那个也是去面交，然后星期五我会跟海猫他们，讲他们好像很多人，海猫去，好像还有846去掌门，就上次大家谁啊？是汤包吗？给我看的那一个，其实我真的忘记是谁了，真是的，还是汤包，应该是汤包吧。应该是汤包，对，掌门的那个活动，我们想说要一起去，然后去喝一下。喝完之后，大概可能5、6点的时候，我们会去 LAN party 的那个，就反正我们会去 Wild Force 那边晃晃晃一晃，因为我没有见过世面。孟德哦，孟德，怎样？你有回来台北吗？为了茶酒咖啡。哦，我觉得他这一瓶
这一罐我觉得不错的原因是，它喝下去的时候是香的，不是苦的。为什么你要说废话？当然，我不知道。说不定你们要回台北啊？你是每个礼拜都回台北吗？你又没有跟我说。Wire Force 很无聊，还要被拖去扮女装。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上去年跑出国了，下午喝酒站了啊，因为没有人开啊，然后也没有人找我玩游戏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讲这样没有啦，因为我怕我晚上没有空可以喝酒，然后趁现在我们家人都不在，就赶快喝一喝。嗯，感觉我去台北有很多很多。如果鹅你有空的话，我们要不要一起喝酒？然后礼拜四就是去 Wire Force 就晃一下。然后我是没有特别要，用猫吠的口，用猫吠的文字是说要不要去冲撞一下其他实况主，但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我已经过了那种会跑去冲撞别人的年纪，我老了。老实说，即使是 LAN party， 我现在都有点玩不起来的感觉。我现在有点像在就是逼自己好好的享受当下，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工作，我真的就是哪里就是怪怪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接下来大概晚上吧，可能就是要看之后会跟海猫约，因为之前海猫有去东京，我请他帮我买那个 The Maple Mania 的那个枫糖饼干，然后我要就是也是要跟他面交，我就这次去台北就是去面交的，然后跟他面交饼干，然后可能会吃个饭这样子，就是看有哪，就是我们约那个这间咖啡一起吃，对。如果有人想来的话，就大家就一起来，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下一次可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那星期六的时候，我会去那个就是精酿啤酒节，对。然后因为要买票，那因为猫费有空，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去。然后可能我也不知道还有谁，香料我不知道，香料已经好久不见了，他更讨厌我吧？太神啦，开台啦！快有人要来吗？对啊，快！刚刚有 rap 一下吗？重复了两段猫排猫，真的吗？嗨，妮娜，妮娜，你要不要跟我见面？单独见面？还是你不想？你要把话题带开了。我这次上台北，你要不要给我一点信心？因为我要去面试。这次如果面试上的话，我也不管是什么工作，我就直接做了。只要我可以活得下去，我就做了。安安，你好啊，好佳佳，好久不见。好不容易有小精灵捕获几率上升的机会，真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有点可怕，因为不知道电费啊，之后电费怎么样？一个人要出去生活了，也不能跟家里拿钱了。虽然我现在也没有跟家里拿钱，但是还是吃家里用家里的，用家里的电啊，用家里的水。哦，有啦，水费是我缴的啦。可是水费本来就比较便宜，用家里的瓦斯。来台北担心的不是电费吧，是酒费吧？电费是有点，电费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因为冬天快到了，就不用开冷气了。那因为我本身不是非常会怕台湾的冬天的冷，所以我不太需要暖气那种有的没有的东西。终于要踏上台北了吗？每天可以上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现在要看到妮娜就讲一句，妮娜，我要去台北，你要不要来跟我见面？妮娜如果不要的话，你就说不要，你会害羞就好，不然我会一直抱持希望的。这边随便出去都是酒吧，顶不住。为什么随便出去都是酒？哦，我家很大，虽然三个人住，但是大家就是。就是还是可以，来我家玩，好像怪怪的。我的另外一个室友，我的星星室友，他是会看实况啦。不过他通常都是看 VOD， 因为他不太追，他不太
就没有什么机会会追到实况，他通常都是看实况的记录档。然后星期六是就是去那个啤酒节，那之后我应该就当天就会回家了。虽然啤酒节下午才开始，不过我是觉得那种会场，你就是每个地方喝一喝，大概我觉得再怎么喝应该就三个小时吧，所以大概就是下午。然后我下午我希望我可以去，就是回到高雄的途中可以去台中看看我朋友。那如果他没空的话，那我就算了，我就直接回高雄。我本来想说，如果去台中的话，我可以去，去吃一下那间盐酥鸡，虽然有点尴尬，因为那间盐酥鸡都很早开，很早关。请问三个人住是不是永远不开台？没有，他们都知道我会开台。我的 YouTube 的记录档下面还有我星星室友的留言，就是他退流就是酒，然后他说：“天哪，他看起来好好喝，好像有一次我喝到玫瑰酒还是什么吧，玫瑰口味的。”他说看起来很好喝，或是酒标好漂亮。然后像星星室友大家都知道，好不好？他还要出现在就是我的那个时空的那个缩图里面，啊，他真的超好笑的。其实前几天星室友有跟我讲一段话，就是针对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上台北这件事情。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星室友都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先撇除说，因为能力强这种都是非常，至少我会讲他能力强，就是以我主观的想法嘛。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很强很客观那种，就是可能可以以薪水来去定义的那种强。可是星室友那种强是让我觉得是他个性使然的那种强，就是他是非常目标取向的，他有目标他就会往那个地方到达。不管他中间怎么走，哪间哪一对对已经讲了。所以 Peppermint 你也是台中工作吗？还是你是台中人？对，我超想吃大定的那个粉红色那个，其实我不太喜欢它好像是草莓口味的，可是它好像有加玫瑰花瓣，我真的是你有机车了，那我可以去台中请载我吗？没有，要开玩笑的。是什么渣男言论啊？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新室友他能力这么强，然后我这么废，就是我还是想要跟他当朋友，我不想要他就是跑，他不想，我不想他放弃我。可是现在这种情景，我真的很讨厌，这我知道这是我的缺点，就是如果有人要请我帮忙什么，我通常都不会说不。而且越不熟的人我越不会说不，我通常可能都会对家人就说不要啊，你很烦啊，我不要啦。可是我对那种外人我就会说好啊，我可以帮你，即使我心里不想。但是应该说不能说也不是说我心里不想然后我还硬要去做，而是我可能有时候不想要，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拒绝别人的话，别人可能就会苦恼说啊，那这样子还要找谁？可是我不想要让对方苦恼，所以我就会说，那不然我来做好了。就是这种几百个心，造就我现在。所以还有当然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就是问题啦。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我这个烂个性，虽然现在已经很努力在学着说不了，但就是还是不够，然后很容易就是会懒散，就是就像上次我讲的，在我觉得事情还没有到无法弥补之前，我都还有余地，有了余地，那我就可以就是一直跟自己拖延，就变成现在。那时候我会说上礼拜就前几天新室友跟我讲那一段话，
他其实是很鼓励我，而且甚至他说他其实都不太想要一直叫我来台北，虽然他真的很希望我可以来台北，因为他真的很想我。然后说，但他说他很怕我会觉得怎么样，觉得哦找工作已经很烦了，然后这个女的还一直烦我。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那时候是跟他说不会，我不会觉得你烦。然后他说就是他只是很怕我会觉得他烦，可是他真的很希望我可以赶快来，因为他在这边就是很想我，而且因为之前你知道我们读的是北部学校，我们很常会去，尤其是大四的时候，真的超废。就是很常会，有事没事就会跑到台北去。我们读的是新北，就是跑到台北去晃啊，或者干嘛。他就说，就是在台北的那个，就是生活的时候，那些回忆都跟我有关。因为我们大概从三年级开始变很好，对，而且从三年级变很好也是因为，其实。总的来说也是因为我不太会拒绝别人。其实那时候我一大一大二跟他不熟，大三因为一起出国，然后他又会发现，他发现我很好揪，因为我不会去拒绝别人，所以他可能说，走啊卡琳娜，我们去喝酒，或者是走啊我们去抽水烟。那我当时可能就觉得啊我都可以试试看，而答应他，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好像也不错。虽然有点想睡，不过如果我没有陪他去的话，他就不知道要跟谁去，他样子有点可怜，所以我都会说好，好好好好好好。之后呢，就我们就变好了，就是每一次都一直出去，所以我们就变好了。甚至他那时候跟他很好的人，因为他跟他很好的那个女生，他们现在还是很好啊，就是比较可能因为熟了嘛，所以就不要我想睡觉，你自己去。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啊，你自己去会不会很危险？那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好了。所以大三那个时候我们才变得那么好，因为我不会拒绝别人。可以啊，飙起来！你在台中市区飙车是不是啊？你是变成台中人吗？你是台中人吧 ？Peppermint 是台中人哦。那你现在台中工作吗？安安下午就开喝这样对吗？846大哥，我没有钱了。你去，你要去金酿，你要去金酿节吗？卡蒂可以给我钱吗？不可以，我不要。我们那么熟了，自以为这就是人情世故吧？什么意思？废物学姐时间 ，Hello Hello， 是在 Hello Hello， 汪汪汪汪，为什么汪汪为什么跳出去了？汪汪。汪汪，你知道书局，我们学校的书局旁边有一个眼镜行，你学姐我啊几乎每一年都会去那边买隐形眼镜的，而且我发现他的那个隐形眼镜外面买不到，现在很想买。很好，就是在 Hello 怎样，走啦卡莉娜，我们去抢超商。走啦卡莉娜，我们去贩毒。不行啦，你们很烦欸。你为什么突然骂？而且你骂了一个我很少看你骂的脏话，你是被带坏啊？操什么啊？你根本台中人啊？你骑车过马路还会让行人，台中人才不会让。不行这样子啊，台中人。金酿街是什么？金酿街啊，就是那个11月23号那一场，还是你只有被揪到说去那个去掌门？好吧，给你个机会请我酒，好靠北哦！这什么渣女的言论啊？没有，我开玩笑，我真的开玩笑，不好意思，我真的开玩笑的，我只觉得你们很好闹，是廉价劳工。我也是，对不起，我不是廉价老公，没有人要聘用我，对不起。你也跳了还说我不是啊？你要不要看？我都想念，直接讲他的名字。你要不要看三小？他真的凶三小欸，我只是好意问一下，我每次讲话都是很真实，我哪招台中人那么每次都捡到枪啊？
我真的不得不说我很玻璃心，因为我都不会这样跟别人讲话，他们好凶，他们好凶。精酿啤酒节，对啊，掌门吧，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到精酿街啊，精酿节啦，你打字怎么样啊？打字发生什么事？所以你没有要去精酿街哦？那可能还没有揪到你吧。八四六有兴趣吗？如果有，可是要门票，所以就是嗯，就你要自己就看看啦。Hello， 我看不到是在 Hello， 你看不到画面吗？好吧，我没朋友，没有啦，是看你啦，因为是星期六，而且说真的，我不会待很久，我可能之后会去台，不是可能，我会去台中找我朋友，我只是刚起来，星期天你不那个吗？377看不到讯息，那你听得到声音吗？没关系，在我台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每一条讯息都会念，你知道，甚至以前。我连米库亚的那个讯息我也会念嘛，我会念每一个人变成几集耶，好好都可以喝酒，要一起喝嘛，我不是问你要不要来，如果你来的话那真的很棒，没有没有每一条有啦。嗯，我觉得 LAN party 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你要一起吃饭吗？嗯，不过就看你啊，怕你就是觉得不要啊，我们这群很无聊什么的。所以你当天那天当天来回哦，哎，蔡鱼包不就是讲了，我星期二就要上去台北了。其实我星期二就会上去台北了，所以一整个礼拜的时间给你们请我吃饭啊，没有啊。我会不会真的被别人当成就是妈什么台女台啊？算我本来就台女啊，可是我听人家说啊，我一直以为台女的意思就是指台湾女生，我后来听人家说台女的意思是指台湾自我感觉良好的女生。瘦嘎，原来是礼拜二就到了，周五下班有没有来吃饭的？对啊，算是一个小小台剧吧。加一，星期五要啊，不行你那时候还在台中吧？所以你每次放假如果要回台北的话，都是骑车上去吗？你好早，早什么、啊？跟你认知好像没差多少，只是多形容词。台女，可是台湾女生只要是生长在台湾或是觉得自己是台湾人的女生，就叫台女啊。可是有很多女生。没有那么糟啊，至少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他们个性都超好的啊。不是我说我不是个性而已，是在怎么讲，价值观还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就是这种对等关系上，我觉得跟家教不是家教了，家教都是家庭教育嘛，对，就是跟家教有关吧，我觉得啦。叫我吃猪肉，叫我喝酒就跟吃猪肉一样。还是你要，我们没有要去喝酒啊？还是你要不要？你星期五没有空，对不对？星期有神经病吗？很累啊，好凶哦！你们这群待过台中人都捡到枪哎、欸！我的妈！你星期六要吗？你不要喝酒好吧？那你星期五要吗？你星期五没课了吧？都大四了，翘了啦！我们星期五去吃饭吧？要吗？要吗？我们要去吃这间咖啡，要吗？要吗？早开，对啊。一月开不开？不开。现在经理在我旁边，我正在听卡莉台，这种游走在刀锋上的感觉真让人受不了。喜欢是不是？还是 M？ 就像玩大富翁不用机器人卡清障碍直接甩骰子一样，真的哎，那种我懂那种感觉，就是大概过两格就是机器人，尤其是你前面走的那几步都是三啊四的，你就会觉得很紧张。就你一踩下去六，你直接舒服。不好意思，请问有人在找客家人家原住民血统的被消费集合体吗？哇，你们不管呛什么，我都
我都会被呛到欸，客家人、原住民，如果你们要呛外省人也可以，让你们呛。还有什么台女？台女最常被呛的，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被呛过台女，对不对？我，还有，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了。阿虫是不是疯了？你星期五没课，走了啦，翘翘了啦，翘啊！All in one，一拿看，我帮你讲没关系，没事鹅，没事，我帮你讲 all in one。我就说卡莉都在教坏人，我没有，艾莉那个是身不由己，好不好？好啊，一堆人都有集合体是在 Hello，Hello 到底是为什么啊？我第一次听到是在 Hello，应该说会把 Hello 这句话用在句子中是我的学妹，但他们不是讲 Hello，是在说就是早上，我懂他们的要表达的意思，假如像有一个人就是。直接插队，然后他就说：“真的是很傻眼呢。”我的意思是，Hello，就是一种就是，Hello，我在这里，你，不好意思，你有在乎别人吗？的那种感觉的那种 Hello。可是我后来听到别人说是在 Hello，我心想：“啊，Hello 是动词吗？”你还有南部血统，歧视集合体，真的 Hello。还好我只有客家加原住民，松了一口气。真的，而且你还是男生呢。客家原住民加加都有咖啡话这种词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喽，什么是咖啡话？如果你不喜欢哈喽，我们还有好啊版本供你选择。我喜欢好啊，你们还是讲好啊好了。你在干嘛？是哈喽。对不起，发音不标准，肚子觉得很好笑。我是不是应该开那个？哦，这个桌布我会带去台北，之后就是买一个差不多大的桌子。哦，靠北啊，我还要买椅子，那是林德，还是我不要买椅子，我直接偷那个的好了，直接偷家里的。我喜欢有滚轮的椅子，但是我觉得。硕士一年没有靠背的椅子都坐了这么久了，也没什么关系了吧？我是在讲最后一站呢、啊。强迫镜头下面歪歪的可以提高一点，我知道啊，我就没有办法啊，我一开始就讲了，我就说了啊，他这一条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不起啊，是在 Hello。没有的，开玩笑的。我也想，可能是我桌布的关系吧。啊，我知道，我敲桌布，你这样就不会觉得怪怪的。这样可不可以？一 K 买一把椅子啦，Team 斗内，谢谢 Team。哎，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因为一 K。我喜欢有滚轮的，我要买就买舒服的。IKEA 有滚轮的，我没有办法扛回去家里啊。我住的地方离 IKEA 很远呢、欸。我的意思就是，不然 IKEA 算没事，讲出来就会被发现我住在哪里了，好险呢、欸。那我只能搭捷运啊，我不想搭 Uber。我现在发现我在俄罗斯的生活真的很棒欸。我们每一次去 IKEA，如果买太重，就前几次我们都是搭 Uber 回家的欸，而且还很便宜，搭了超久，然后才100多、200多台币。那你别的家具怎么办？你说床垫吗？床垫那个直接搬回来啊，床垫那个用搬的就可以，它不是卷一卷的吗？卷起来的那种。以前 Uber 超便宜，对啊，奇怪了。不过 Team 那边，Team 你应该是在讲你们那边吧？是吗？
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很尴尬。以前在那个的时候，很便宜，我就是一言不合就搭车的那种人，因为很便宜。毕竟冰天雪地，我真的没有办法边搬边回家啦。好啦，我要去做报告了。好啦，拜拜。这镜头怎么歪的跟我的人生规划一样？没事，我的也是啊。我是好觉得好麻烦。不过其实如果我有钱的话，搭什么 Uber 啊，我随便什么车我都叫啊。但就是重点是没有钱，没有钱就要过没有钱的生活。人家才刚来，我玻璃心。咖啡话翻译，吸毒后说的话，延伸为干话，咖啡吹牛或造谣。可是咖啡不是吸毒啊，好废哦。对不起，我不懂。现在 Uber IPO 了，我其实很不想要，很不愿意开车，但是现在 Uber 贵到我没有办法偷懒，真的哎。Team 开起来，一言不合就开车。我那个时候也还没有驾照啊。8888，为什么你们要8888？怎样是会当是不是？我有钱的话买什么挡车啊？买坦克了。真的欸。你要先去做报告？没有啦，我在念灵汪的那个啦，他说他要去做报告了。我都几岁了，做什么报告啊？哦，不好意思，出社会好像也要报告。是毒品的代称，你说咖啡吗？因为那个咖啡不是咖啡哦，8×8坦克。好，我等一下，我觉得什么是8×8坦克啊？我开了个灯，好啊，歧视年轻人的世代隔阂啊，是在哈喽。不过说真的，就是有差讲的话什么的。我们今天来那个好了，晚上我今天都开了，晚上应该不用开吧？妈。我要干嘛？我想一下。就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啦。总而言之呢，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想要我们出来吃个东西聊聊天也可以。我下礼拜二到礼拜六都会是在台北。那如果你们突然觉得卡莉，我想要可能跟你看看你长什么鸟样啊，或是干嘛的，就是你都就可以私讯我。就是看我在哪里，对，我觉得我这样讲应该还是不会有人私讯我，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只是想要跟大家讲，我那时候在台北，那只是我星期三跟星期四会去面试，这样子。凯莉，我想看你长什么猪样，你才猪啦！再约，好啊，打勾勾哦。那我们就约好喽，就是礼拜五哦。明明就说再约，反正我星期六很想要去吃大丁，可是我星期六下午2点才参加精酿啤酒节，再去大丁，大丁应该都已经关了，唉，可能就不要吃大丁吧，吃别的之类的。好啊，我是新北啊，我也是可以去看看啊，新北什么的。如果，我可以耶，反正我是平日，你们现在在上课，我可以去买我亲爱的学餐早餐耶，只要我在下午3点以前到学校就可以了，因为那一间早餐店下午3点就关了。哦，可以耶，
太棒了吧！你好像开得很勤哦，因为我下礼拜都不会开了。还好今年没有要去 Wire Force，再次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礼拜五有没有人呢、啊？海猫一直在找人。对啊，大家拜托，我们现在是没人，很可怜。都17号了，这是 Nightbot 还是 Internet Explorer？好了，我改好不好？下点三，我改成12月啦，这样可以吗？还是我改成我没钱啊？还是我改成我好饿啊？啊，按到那个。好啦，改了啦。有某 R6 主播会谋害我，谁？这么惊人？那你应该去被谋害一下，直接删掉就好了。不要，我要改，那是我的，就是常常会在那边洗版的。我把他的那个调得比较频繁一点，因为我怕你们不讲话，这样子我就很尴尬。改成 Hello，Hello，这么惊人，居然还有 R6 主播？对啊，这么惊人，R6 主播是谁啊？R6 主播，我应该赶快喝一喝。总言之，我们今天，虽然不小心误闯了 IPA 的世界，但我个人觉得它其实还是有点苦啦。因为对我来讲，我喜欢的苦味是那种 stout 或是 porter 那一种的苦味。它这个啤酒花就是，我觉得有点像苦瓜的苦。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它还是会有那种香气。这一瓶来讲，以这瓶来讲，就是我自己觉得它给我的苦味是让我有空间可以去休息，让我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它，在它苦苦的背后的细节。有些的苦味真是让我麻到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够巴吗？我觉得其实喝到后面。巴乐的感觉比较少，但我觉得是很香的 IPA。我觉得晒黑鱼主播头骨是在阿龙，够汁巴吗？什么是够汁巴？跟人生比起来哪个苦？我觉得它比较苦，毕竟我的人生有你们，一点也不苦。嗨，Sing，Sing，好久不见啊！你好啊，Hello，Hello，啊，是在 Hello，天啊，我好废哦！Hello，Sing，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Sing，我大概下礼拜会去台北，不是大概，就是会去。虽然，我就只是讲一下而已，自己给自己笑点。我人生有你，我得糖尿病。哎呦，你现在骂我吗？现在又在骂我？好啊，你们好啊，你们这有够难搞欸。是在 Hello，我觉得是在 Hello 真的很屁欸，不知道怎么讲。我终于知道了我爸妈听我在讲话的那种感觉了。好，我们还是就是，如果要坐着聊聊天，我们可以选一间全家啦，好不好？因为我有鸡杯，所以我只能去全家坐。7-Eleven 我没有鸡杯，我只能直接买。我主要是觉得，我觉得全家的咖啡比较好喝啦。7-Eleven 我觉得也不错，只是它真的是酸了点。当然没有像 PT，没有没事，
但不是非常的那种酸，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起来是比较酸。我在南部最近过得很好，那很好，那很棒。我也在南部，特特特。好了，我要直接刷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对喜欢 IPA 的人来讲，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会说非常的浓，就是中等，我自己觉得还蛮够的。哦，真的好苦，我受不了。假如你在大庭广众上出球，你会怎么反应？出哪一种球？其实像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小心走路踩到那个拖把，我就滑了一下，在别人的面前，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就自己笑了出来，我说："哈哈，好白痴哦。"然后他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就可能就微笑看着我，然后我就继续就是做这件事情，卡琳娜台剧很适合喝酒，是没错啊。我们台剧就是会喝酒啊。我们还要等，就是第一个出现50等的观众，我们的米库亚要50等，我们才会办台剧。罐装的 IPA 应该叫的是合成的啤酒花香精吧？其实我不知道，真的吗？会这样子吗？这么坏吗？等我一下，我们家电话响了，我们家千年不响的电话竟然响了。好啦，也是啦，我们家怎么可能会有人打电话来呢？当然是中华电信啦。对，他跟我们说扣款成功了。好的，要跟我挑战这个吗？挑战什么？喝 IPA 吗？不要不要，我可以跟你挑战喝 Stout，我不能跟你挑战喝 IPA，我受不了，我现在觉得好苦。50等好远哦，不会啊，只要有第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50等，我们就办台剧。可是我们要看，我们应该说台剧的地区要看那个人指定哪里。假如说那个人如果在北部或者在台北，那他指定台北，那就当然。可是如果他在北部或者是在台北，可是他说啊没关系，我就造福大家，我们来选个南部，那就是办南部台剧。现在目前第一名是毛匪啦，卡莉，你看，我跟你们讲哦，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你们知道之前很有可能第一名的人是本岛吗？但本岛名称叫本岛，但它不在本岛，它在澎湖，澎湖，是吗？是澎湖吗？对，澎湖，它在，是澎湖吗？对啊，澎湖，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隐性人格跑出来，它在澎湖。你知道，如果他选了澎湖的话，我就必须要去澎湖开台剧。澎湖，真太好笑了，不然很难控制每一罐有相同的风味，很快就会50哦，比搭火箭还快哦。哦，卡莉不开台是不是等级就上不上去？对，因为米库亚他是依照大家就是在我开台的时间，大家讲的话多寡跟频率，我不知道有没有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依照他就是讲话为主，打字为主，讯息为主，所以你们挂台挂的久没什么用。
你们要讲话，恭维啊！对不起，喝了点酒就变成这种，就变成这样。中华电信欠缴费用，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跟我们讲说自动扣款成功，所以就打了通电话给我们的。我挑战用卡用牙齿开酒瓶 ，OK。指定西藏 ，Go Go Go！ 我跟你讲，你就冲五十人指定西藏啊！指定的那个人要到哦。我每次开台都强制上课，很快就五十啦 ，easy 的好吗？你不能，你要是就是你不能讲就是大家都听不懂的啊，这样就是洗版。澎湖，会不会有人到49级卡一就不开台了？没有没有，我不会那样子，我也蛮期待看到大家的啊。也让大家看看卡莉娜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以为卡莉娜是个可爱小只妹子吗？没有，不好意思，卡莉娜本身就是个肥宅，好不好？我体脂肪比你年龄还大，好像本来就比你年龄还大。等一下，我体脂肪比你智商还大还高啊！反正就是看废话多，不行，废话会被我踢掉。我们这边有，可是有 mod 好吗？嗨，阿基亚玛，要不要去参加我们喝酒团？真伤心，我都挂台的，所以你就才会这么低，不是低等，那叫什么名字啊？你等级才会这么低啊？好啊，只要留聊天室就好了。大家不行，你要讲话了。可是你不是要去做报告吗？所以就没办法。汪汪，拜拜。你知道我们学校以前啊，汪汪，我们学校以前大学城的上面有一间蛋饼，它超他妈好吃，真的是，我真的是直接骂脏话。它真的是超他妈好吃，它真的超他妈好吃的。但后来倒了，我真的不懂学弟妹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用台币去制裁他，停，就是阻止他呢？他真的超他妈好吃，他的蛋饼是用面粉煎的，面糊煎的，可是他的那个蛋饼是外面那一圈会酥酥脆脆的，不是烧，应该说不是会让你觉得很恶心的那种烧焦，就是酥酥脆脆的，然后中间很。就是外酥内软，超他妈好吃。但是我后来去回学校的时候，就发现那间倒了，换了一间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真是妈的！看来只能不停挂台了。拿乌冲 retry， 拿乌冲 retry， 拿乌冲什么？那是什么？对不起，我不会念。对不起，这是什么？我不会念是不是应该的？没关系，我遇到不会念的名字，我都直接查俄文。啊，林德雷没有俄文。拉塞，好废哦。好啦，至少俄文是念拉塞。那什么啊？拉塞路，感觉就是念什么 Lazarus 之类的啊。算了，我找一下好了。有没有人可以打音标啊？啊，没有音标，难得。还是 Team 可以打音标，不会念，就是一个很派金的音，就是甜心后片女孩。我不要当后片啊！什么是后片啊？卡莉娜是一只冰淇淋猪。这给过。南无冲 retry renew， 我刚看成南无冲 retry 喵，再三小卡莉说我们弱智好啊，我没有说你们弱智好不好？我听说梦都带头作乱了哈，哪有啊？我们这边的 mod 们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你看鹅啊。YK 啊，好像只有你们两个会来。不过听说我们这台的
莫有大概有七八个吧，就这样子啊之类的，大家都人很好啊。我至少在十个台看见八十，就说自己害羞内向，傻眼。We don't talk anymore 是要怎么升腾？你还别说那间南洋咖喱，干好。那一间，我刚是讲内吗？果然是南部人。那一间蛋饼倒了就算了，我真不懂诶。南洋咖喱，不过那也不算是倒啦，只是老板本身他不想做了，就哦，真的是干你娘！幸好我像骂脏话，不适合高中生看呢，真是气死人呢！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去吃那间南洋咖喱，你真的吃了一次那间南洋咖喱，我跟你讲，你真的他妈，你住台中直接跑来台北，真的很好吃。那是啥？之前在101那边，不是101靠北啊，对，101那边有一间南洋咖喱，叉叉101那边有一间南洋咖喱，是学校的，他的老板跟学校的客座教授。一起合作，一起投，客座教授投资吗？还是就是跟他是伙伴还是什么的？然后开了一间南洋咖喱。那个客座教授是马来西亚人，他做了一些就是一些家乡菜，还有一些偏南洋风格的料理。而且他，因为他其实大概开了一两年而已吧。那他在刚开的初期，他会尝试一些就是料理，看台湾人适不适合，然后能不能接受。那他有时候在试做的时候，他都会，因为他通常都是一定不可能只做一份嘛，一定就是这样子，可能一大锅或是就是一堆，那他就会直接 po 到他的群组。然后问说："哦，我今天是做了芒果糯米饭，有没有人要吃？"你可以直接在群组问，你可以直接，你可以在群组说："哦，我想吃。"那因为他还没有上市，他还在就是实验当中，他可能就会算食材费就好，可能就是那种很便宜的50块、80块而已。对，就是一个很棒的一间店。然后，不得不说，它即使是试做的、实验性质的，也是超好吃。他们，我今天真的是喝酒还是怎样？真的不能，我真的快，我讲不下去了。那间他的那个芒果糯米饭真的超他妈好吃，我要哭了。主播自顾自的起嗨了，我没有好不好？拉萨路被耶稣复活，反观谁啦？但我吃南洋咖喱就关了 QQQ，真的诶、欸。好啦，还是你星期五要来吃我们学校的学生餐厅，好废哦、喔！有钱了，嗨，小黄瓜，没有啊，我没有钱啊，我这是之前买的，是不适合被你爸看到吧？你说骂脏话吗？没有啊，我爸知道我会骂脏话，有一次，我妹直接拿着枪指着我冲进来，然后那边发出声音说"噗噗噗"，我他妈被吓到，我直接骂他靠背啊，然后骂超大声的，然后我就把他骂出去，然后我就跑过去跟我爸忏悔，我说："爸爸，刚刚妹妹拿枪指着我。"他说："哦，他怎么那么皮呀？"我说："我不小心吓了一大跳。"他说："那你们怎样？"我说："我骂了一声靠背。"然后他就说："你很夸张哎。"噗噗噗！所以啥时要喝酒？阿基亚玛，你想要跟22号星期五的，还是23号星期六的？星期六的那一场是就是精酿节，那它就是一个会场，所以看它需要门票，所以看你想不想去。那星期五你可能需要上班。我跟八四六还有猫飞一开始会去掌门去喝个酒，
那之后可能会去 Wild Force， 就是晃一下。他们可能会冲撞其他实况组，但是我不会。我之后可能就是去吃饭，所以看大家，你想要跟吃饭团还是怎么样？因为反正我都会在。那吃饭是吃这间还是那间咖啡店？咖啡这间还是那间咖啡啊？这间咖啡，那间咖啡，忘记，反正它的名字叫做这什么间咖啡这样子。对，那喝酒就看你啦、啊，因为如果你想跟的话，就行程什么的都可以瞧、啊。你的形容词是脏话、欸，我真的吓死哎、欸！不要再折磨我了，吃不到了哎、欸！我现在真的很可惜，我当时我当时的相机不太好，所以我把它拍得很丑，不然我现在就直接上图了。我都没办法吃到是在哈喽，汪汪汪汪，真的哎、欸，是真的很好吃啦。现在学校那边周围可以吃的，现在学校那边的那一间很有名的叉叉富也。不就也搬了吗？而且听说搬了之后没有那么好吃，真的很可惜。嗯，不过我得说，在大学就是在那个就是燕桥那边有一间煎饺店，我不知道那个阿公阿嬷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排队。但他是我们那边的排队美食。而且很便宜，而且阿公阿嬷两个人好，就是人很好。我通常就是下课，中堂下课太饿，我都会跑过去那边吃，因为离我们的商管学院比较近。合伙，对啦，合伙啦，妈的！所以不是冰淇淋你也可以吗？什么东西啊？我以为你是只骄傲的冰淇淋猪呢，我是冰淇淋猪啊，可是我不骄傲啊。你是喝了多少？怎么看起来那么呛？没有，我没有呛，我只是今天比较开心，因为我要上台北。虽然我还没有买票，我还没跟我妈说，我也还没有跟老板说，我什么都还没有说，但是我觉得我星期二可以去。其实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天色暗了，我妈应该准备回来了，我准备要关台了。如果你们喜欢在那边聊天的话，星期五好不好？下礼拜五记得来。所以你来过水一下，可能就会去吃饭了吗？过水什么？你说 Wire Force 吗？对啊，我本来就没有特别把 Name Party 加入我的。我的 schedule 我的行程里面，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啊。嗯，去学餐吃八方云集，我觉得可以耶，而且学餐里面的八方云集比外面的便宜，我都去那边吃鲜虾水饺。Lazarus， 好啦，会念了啦 ，Lazarus。而且还是蝴蝶音哦，哎，真包是谁啊？这间啦，哦，对不起，这间咖啡，对，我其实一开始看到这间咖啡是因为他 po 的那个照片看起来很好吃，反正那间开很晚，没有啦，我这间咖啡应该不会过水，我应该是 LAN party 会过水。你不是说冰淇淋猪只能卖到16号啊？为什么？哦，只能卖一个礼拜，对不对？对啊，谁没卖我冰淇淋猪啊？是没礼貌哎、欸，没礼貌哎、欸，真是哎、欸、哦！所以原来没礼貌的意思是没礼貌。天哪、啊，我现在知道哎、欸。之前有一个观众叫做没礼貌哦，原来他的名字叫没礼貌。哦请帮我下那个音配乐，都还没有说，你确定可以去？可以啦，就面试哦、喔，是要怎么办？是有什么？是会怎样啊？
对啊，就会场走走，可能就会离开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样。就我晃一下，可能就是跟着你们晃一下，看一下就是有谁吧。毕竟我现在能追的星我都追了。怎样？听又想怎样？干嘛骗我问号啊？怎样？我讲了什么啊？我记得他关注那天，你还说了一次，说了一次什么？你说没礼貌吗？有吗？好了，我相信你，但是我应该又被自己的记忆骗了。所以你们都知道吗？没礼貌就是没礼貌的那个吗？音，你不要现在突然恍然大悟好不好？什么啊？你们都知道哦？你们好坏哦！我都不讲哎，你们真的很没礼貌哎！我操！你们真的很坏，坏透了！我要去开灯了，等我一下。卡莉娜是一只因为排挤所以很难过、很难过的冰淇淋猪。别说了，我真的被排挤耶、欸！哦，好难过。还是礼拜五在咖啡厅吃晚餐没有吸引力，大家想改吃松饼。哪一家松饼啊？可是我觉得松饼大家可能不会想吃哎、欸，这些臭男生他们都不吃松饼的。在咖啡厅吃晚餐应该还蛮棒的吧？我们可以吃完晚餐，然后而且他应该也有酒吧，就算没有酒，我们也可以之后去喝啊。虽然我应该会没有钱，就是我就看你们喝就好了。等下是什么？是谁生日吗？咚咚锵！为什么会有这种？等下，我去看一下热闹。等我一下。天呐，哇！等一下，这是唢呐吗？我要跟他讲一件事情，是不是在请神想继续被请出去？好像有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那个，就是神明，就是类别的。可是好像就是有一个可能谁就是在走路之类，然后他的阵仗很大。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我们这边隔音不太好，因为他真的就在我的楼下，他就在我们家楼下。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家坐落于七叉路口，所谓的七叉路口就是我们那边有七条路，然后。就你们懂吧？就是七个路口都汇聚在，应该说七条路都汇聚在我们家这个路口。那我们家是在两条路中间，130秒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几秒，但是我就是已经很习惯等很久了。附近有 XM，什么是 XM？七叉路口太神了吧？对，七叉就是七叉。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的小画家的话，我可以现在画给你们看哦。啊，你们应该想看的，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小画家。我来画一下我们家的路口。我只能说，我们现在随时会被……好，我把我的视讯关掉。好，假如上这个是路，那这边一条，然后这边一条。比较小条，然后这边又一条，然后都抱歉，有点歪，但其实它的抱歉真的是有点歪，没关系，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画了，等我一下。
好了，这边算一条的话，就是，哎，怎么变成这个东西啊？啊，我刚刚是拿什么东西在涂？这个吗？这边又一条，然后这边又一条，它是同一条啦。这一条跟这一条是同一条，然后，这边又一条，这边又一条，然后这边一条这样子，所以总共，如果你真的要算的话，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七 K， 但就是对啦，对，因为他们不是平行的，他们不是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就是差很多条这样，他们是其实是弯的。然后我们家在这边，我们家在这边。然后我刚刚讲的是，通常，这一条路绿灯之后，接下来是，这一条路绿灯之后，接下来是这一条路绿灯。然后刚刚那个正章，他是从这边走过来的，结果因为他走的太长，他这边就被挡住。然后接下来换这边走过去，然后又被挡住，然后他们就继续，就是还就是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仪式的关系吧，他们走的比较慢，就是慢慢走，然后他们就这边都被挡住，然后因为这一条路跟这条路是就是对向，所以他们这边绿灯，这边也会绿灯，也就是说这边绿灯被挡住之后，这边绿灯也被挡住。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就三台，就是三条车直接挤在这中间，然后他们就这样慢慢走，走这样子，对，啊，不用出声啦，我觉得还蛮嗨的，静脉曲张，七叉路口太神了吧，麦当劳一个地下道，没有那个麦当劳一个地下道，麦当劳有一个地下道。有星巴克那个吗？没有啊，那个不算七叉啊，那个大概那就是十字路口而已啊。我来看一下你打，你画好什么？章鱼脸外星人？你在说我吗？哦，你说这边哦？对啊，这边啊，对，这边。按照，对啦，七叉就这边啦，这边不是麦当劳，那边离麦当劳很远欸。是这边没错，不是啊？你放出来，大家不就知道我扎住哪里了吗？你也是很聪明哎、欸，好复杂，很像戴头盔的反派。我刚画了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啊？万磁王，万磁王。那一圈不知道几千户是找得到人呢、欸？是没有，我没有说有人会来找我啊，只是这种我不知道欸，我觉得这是比较私人的地方吧。不过我也是很下意识就直接承认欸。好啦，应该就是要怪我自己吧，就是把这种讯息直接承认。嗨，伟酱。有地点我也找不到啊，是没错啦，我没有说你们会找，只是这是一个自己的感觉，我没有说你们会找，或是你们会来，就是找得到我住哪里还是什么，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明星，因为这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啦，没事。宇文头，宇文是谁啊？是花菜吗？晒人家家，你是叠字啊？哎、欸，我跟你讲，我们那天我突然想到啊，新店不是开了一间 IKEA 吗？所以新店的 IKEA 它的全名就叫做宜家家居新店店欸。
然后他的名字这样，就是，他的名字这样写上去，感觉像不知道在叠字三小了。你好，我们是一家家居，我们开了新店哦，够了，哈哈。一家家居新店店店长，太好笑了！你这大好笑，真的太好笑了！你好智障哦！嗨，主播，为什么我的金色版语文头不能上架？你的金色版语文头不能上架的原因是为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把它上传到可能这是几点几美啊，24.99美之类的。但是你上传之后，他跟你说审核，结果审核不过吗？还是他你上传之后，他连上传都不上传？家家居新店店，新店店开幕，我的天，我不能接受，9.99，他说错误。目前无法处理您的要求，请稍后再试。凸起卡哇，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你的档案大小有没有超过？就是对你的档案大小，然后还有你的格式是他要的吗？我之前没有上传，我之前也有出现过这种状况，可是我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档案太大而已，档案大小不行，连上传都不行。哦，是哦，所以你是上传了，它已经有那个预览图了，结果你要按确定，就是把它送去审核的时候，他说出现错误，目前无法处理您的要求吗？那你可能就真的是稍后再试吧。你要不要稍后再试试看？还是你已经稍后了很久了？例如，下午1点就已经上传了，然后他现在还在那边跟你稍后再试，太烫了吧？那颗宇文头，花菜也是，所以那是不是花菜啊？那是花菜没错吧？花菜也是很猛欸。你试了2天了哦，那真的是蛮稍后的欸。我记得我有看过这个，可是我那时候是不知道是解析度还是怎样。我帮你看一下哦，我自己也不太确定，请稍后再试。我那时候是怎样啊？哦，我那时候是，我想要把一个东西撤下来，然后上另外一个上去，结果好像就卡住了。可能图奇不喜欢乱源，还是你要不要试试看？反正你还有很多空位，你不要上那一颗，你可能上别的颜色或是别的版本的标幅，然后看到底是图其他的问题，还是你那张图真的有问题。如果吃松饼的话，可以选成真咖啡。这有 U 没 U 人心动的？这有没有人心动吗？我蛮心动的啊，可是我也想要吃这间咖啡耶，我想要吃咸食，因为下午喝酒的话，一定会想要吃咸的啊。没了，我剩9.99，还是你要来送个15订阅？不行，我这边都不到，这边都不到25订阅了，我没有办法送你，对不起。而且你所以你现在有10个订阅是吗？那你订阅也是蛮多的。好，我们今天酒已经喝完了。希望大家还满意我们的我订阅数零，那你的哦哦，
哦，对不起，对不起，鬼将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哦，我懂你的意思哦。一开始的那个关卡是不对啊，那怎么会是15订阅？不是25订阅吗？阿基亚玛要来吗？总而言之，我再快速的整理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喝的酒是台虎精酿的 Hello 白兰，对，无形中炫耀了一波订阅数。没有，你看隔壁台那个牧虫人，什么 T971512 之类的，他订阅数30还是45？哦，我不懂啊，不是啊，没有啦。就是你看人家就才刚开，他今年才开就这么的厉害，但是人家是每一天都开。虽然，我想看台的时候他没有开。嗨，欢迎光临，你好，石梦。那是不是要念墨啊？可是我会念石梦魔，不过没有关系。嗨，安安，你好，石梦。啊，是15哦，真的吗？可是为什么我多一个是25？牛逼！每一天都不想开。Hello，肥羊，好久不见。Hello，石梦魔，好久不见。不是好久不见，你好，欢迎光临，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我们这个台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怪怪的。有时候会喝酒，不过更多的时间就是在玩游戏聊天。对，我们今天喝的，其实我已经关视讯了，因为我刚刚有开。对，好，我们今天喝的就是这瓶，就是我真的忘记它是 IPA，我到底是脑袋被打到还是怎样，竟然会去买 IPA。芭乐的味道一开始其实还蛮浓郁的，但可能后面就开始慢慢的被啤酒花有一点盖过吧，啤酒花的苦味。然后一开始的芭乐的味道其实真的是蛮像，就是红芭乐，你们吃过红芭乐吗？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腌制芭乐的感觉。但没有那么咸，就是腌制芭乐那种香味。然后苦是蛮苦的，一点点对我来讲，不过还可以入口。然后，我自己觉得后面的一些香气，就是它都会在鼻腔里面不会散，不像之前喝到的一些 IPA，就是比较，你知道，我觉得好苦哦。更多的时间不是开台，我怎么觉得你很久没有游戏台？没有啦，你想太多了啦。小精灵会说有些游戏是需要自己玩的，真的。我成功了，你怎么会成功？怎么成功的？恭喜你。那这边以下是啤酒的部分的结论啊。下礼拜像如果阿 Kiyama 想要知道的话，因为他刚刚在问。就是要不是是什么？他刚问什么？什么时候喝酒还是什么？下礼拜就是星期二，我会到台北，然后可能就是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星期三、星期四会面试，那星期五就是去 Wire Force，我只是晃一下，它不是重点。我星期五主要是会去掌门去喝个酒，然后。因为掌门在过生日，对，就是去喝个酒，然后接下来会去 Wild Force 逛一下。那接下来呢，再去，目前暂定是这间咖啡吃晚餐。那有任何人想要一起在星期五吃晚餐，喝喝什么东西，喝喝东，喝喝西，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群组，就是我们的森林酿酒所的广场。就是直接问，没事，因为我现在觉得如果很少人来的话，真的是超尴尬的。不是说我只有对一个人聊天很尴尬，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小型台剧的感觉吧。结果都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超尴尬的。那星期六我会继续喝，对，酒，
就是去参加那个就是精酿啤酒节。是啦，那之后就会离开台北。嗯，这边以上是我的行程，这是美好的行程，可能会比较乱，但大家就是到时候再约啦。嗯，我再思考一下能不能去，没关系啊，你思考啊，你慢慢思考啊。天龙台剧，请自行捕捉小精灵。我感觉捕捉好像小精灵好像很轻盈、很可爱一样，但没有，我很笨重。走啦走啦，算我不会去，先考。听起来要观台节奏，没错，因为我想要上洗手间。那我怕我中间我妈回来。好啦，所以我想说先关，然后顺便，其实我本来想要趁现在去整理行李，也就到现在了。妈的，你去我就去，好啊，你们都不要来啊，你们都这样子。那我改成请自行狩猎小精灵 ，OK OK。好啦，大家晚安，不是晚安，大家拜拜。哎，怎样？拜拜。跟大家以一个视讯做道别，拜拜。